这两天这孩子感冒发烧，最高的时候烧到39度，昨天量是退烧了，但是半夜咳嗽的特别严重，再给他量一下，今天又给他请了一天假。半夜的时候咳嗽，我都睡不着。嗓子是不是还难受？嗯。再多喝点开水啊。今天我的任务就是在家看着他，我担心他再发烧，还有一点就是他嗓子疼，咳嗽也挺严重的，然后收拾收拾屋子，给他洗个澡，洗点衣服。差不多了吧？看看多少度？36.2度左右，不发烧。你还有任务呢啊！下午得写作业。现在不发烧了，你就是嗓子有点不得劲儿。客厅现在就是一片狼藉，大卧室倒是收拾完了。再等一会儿，我俩得下楼做核酸了。今天是我们家这片区3天一检，到11:50结束。还有这么多人排队，姑娘快走，咱俩没拿钥匙啊，没拿钥匙，你先没别事。关门，再从地下车库绕过来。行，今天天气还不错呢，一点都不冷。来的正是时候，到那就坐上了。今天接着写作业，再把客厅擦一擦。客厅完事儿，擦厨房。俺家厨房里面永远是最脏的地方。衣服也全部洗完，供暖以后屋里面真的是太热了，开点窗户吧。你这作业是写完了？那出来呗，我把这屋擦擦。烧了点热水，这孩子不洗，然后我洗了个澡。出来之后，他把作业都写完了，还挺快呢。瞅这孩子能吃能喝的，明天应该是可以上学了。酸奶还能拉出来手工的吗？嗓子还疼吗？还行啊。比早晨强了吗？比早上强点了。供暖之后，屋里面可热了，脸都热红了，可能也是今天外面天气好的事儿。昨天晚上没休息好，进屋睡一会儿，咱俩行不行？走吧。睡觉的时候把窗户关上。跟教练刚躺下休息，结果我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。你有病吧你？你是不是人？这车上大大小小是一个快递包裹，让我拿了，完结果都不下来接我来，我扛上去啊！你按铃的时候声音小，我没听见，我这不下来了吗？快点的吧，干等不了，我先上大道接，我也不接。你就说巧不巧呗，大橙子回来看他姑娘来了。谁的快递啊？你们的，他让我去取，他不接我。别在那告状啊，差不多行了。你姑娘状态好多了，能吃能喝了，是吗？早晨吃面条，完了又整个水果捞。我状态不好。那你这活力充沛，你今天不上学能行吗？她早晨起来的时候可真不精神，装的。我感觉没有，她真难受。昨晚那咳嗽，我在她旁边，半宿我都没睡。佳玉，你看，我这大苹果。屋里干不干净？太干净了。进屋睡觉去啊。主要是这孩子昨晚咳得可严重了，半夜我起好几次给他接水，又给他拿药的，我俩在这补一觉，明天他就可以上学了。